这是花，这是花，这是玫瑰花，玫瑰花，给女朋友送玫瑰花，给陌生人送玫瑰花。嗯，陌生人，对，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好像都是男生给女生送玫瑰花，而且都是送给熟悉的人。 如果一个女孩给一个陌生男孩送玫瑰花，会有什么有趣的反应呢？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街头实验。嗨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我想送你朵花。送你朵花，不客气，你拿上面小心一点。 拜拜，不客气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送你一朵花。为什么？嗯，没有为什么，收下吧，拿着吧，我就想送给你嘛。谢谢谢谢。不客气，拜拜。你好，这朵花送给你。 加个微信吗？好呀。早上了。嗯，拜拜。你好，我想送你朵花。啊，送我一朵花？对呀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不客气，拜拜。 嗨，我能送你一朵花吗？谢谢。嗯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嗨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我想送你一朵花。然后呢？然后。 嗯，没有然后，就是在那边看你很帅嘛，想送你一朵花，收下。嗯，不客气，没有然后，就是想送给你一朵花嘛。喝杯咖啡吧，喝杯咖啡吧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就是觉得你很帅，想送你一朵花而已。嗯嗯，不客气，拜拜拜拜。 第一次收到花呢，那我们以后微信联系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